点事儿，今言说点事儿，欢迎各位收看今夜说点事儿国庆特别节目《欢乐英雄会》。我们为您准备了连续五天的特别节目，每天一个主题，每天一个花样，天天够劲爆，够欢乐。还有很多老观众啊，熟悉啊，我有几个好朋友，什么李国敬啊、周海明啊、张洪涛啊，今天呢，他们也会将在我们特别节目里面呢跟大家见面。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选出一位欢乐英雄，他不仅能获得这面镶钻的令牌，还能免费贴膜啊。除了贴膜之外，还有特殊的奖励，那就是巴西一日游啊，不是一日游啊，七日游啊。见过南美风光吗？啊，没见过，往那儿看呢。好，哎，我跟您说呀，就这位欢乐英雄啊，可以是观众选，也可以是毛遂自荐。到了南美那儿啊，哎，哪儿就这么一位呢？哦，你行啊啊！哎，嗨，你好，不是 ，Hello， 哎，回来，哪儿就跟着那么亲热？回来，站好了，这，你着什么急呀？你就我就行了，你就我南美，你什么叫你南美啊？我没问题，你站好了，李俊逸，我。毛遂自荐，我跟你说啊，我们选的是欢乐英雄，我最欢乐了。什么叫你最欢乐了呀？你什么地方比其他人强啊？说学逗唱全行，还全行，尤其擅长唱。那你给我们唱过听听吧，唱一个，唱好点啊。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朋友，我的合同。嗯，都啊，不是一日游啊，七日游啊，见过南美风光吗？啊，没见过，往那儿看呢。我跟您说呀，就这位欢乐英雄啊，可以是观众选，也可以是毛遂自荐。到了南美那儿啊，哎，哪儿就这么一位呢？哦，你行啊啊，哎，嗨，你好，不是 ，Hello， 哎，回来，哪儿就跟着那么亲热？回来，站好了，这，你着什么急呀？你就我就行了，你就我南美，什么叫你南美啊？我没问题，你站好了。李俊逸，我毛遂自荐。对，我跟你说啊，我们选的是欢乐英雄，我最欢乐了。什么叫你最欢乐了？你什么地方比其他人强啊？说学逗唱全行，还全行，尤其擅长唱。那你给我们唱过听听吧，唱一个，唱好点啊。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朋友，我的合同。怎么心中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们爱的那么汹涌，爱的那么深，我痛你的痛，我哭你的哭，早已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心，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让你去疯，让你去狂，你的柔情我的迷醉，我一路向北，离开你就是不能停止想着你，黑夜到黎明，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若不是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把撒黑，你那边凉快凉快吧，你什么乱七八糟，你唱的什么这叫？
不是你这歌，哎，你说说叫什么名字？劲歌金曲二。哎，还劲歌金曲二啊？我看你把前四个字去了吧。哦，我就剩二了。不是你这唱的，这乱七八糟大杂烩着去。我会的歌多，说明你会的歌多是吧？当然了，别着急，我问问他啊。啊，有不服他的吗？我不服。哎，来了。来来来，这有什么了？这个啊，就是啊，这谁都会啊，这谁都会是吗？啊，他会唱，你也会吗？我会，来跟他比比。来，不是你会什么呀？哎，一整首歌你唱得下来吗？不会。我可惜跟你讲啊，怎么？哎，我要正经唱一歌啊，你都不知道我唱的歌什么名字？嘿，哎，你那些能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这么说吧，你唱歌，你唱上句，我就能给你接上下句来。嘿，你听听，这叫能耐。哦，我唱上句你能接下句？对，你这话不大吗？我这还搂着说的呢。还搂着呢。啊，行。嗯，接这下句来呀。听着，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没说完温柔只剩接离好。哎，我这可唱上来了。我们都听见了。哎，你调起太低了。嘿，我唱的还不爽呢。听见了吗？哎，你有本事让他爽吗？来。行啊。嗯，接这个来呀。来，你快回来，我已人生受不来，你快回接。来，生命因你而精彩。行行，鼓掌，鼓励鼓励的，听见了吗？听出来没有？我这嗓子可还有富裕呢。就是的。嗯，行啊，自找的啊。来呀，来。呀啦嗦，那就是青藏姐。来。你等着，什么这是？你说这不行了，不不不，不行了！我说 ，Hello， 别，这你别着急啊！我看出来了啊，他不如你，对不对？你唱的确实是好，就是。哎，看来啊，这巴西，我的，你的了，我的。等会儿，哎。干什么？这巴西是谁的？他的呀。他的？没错啊。他凭什么去巴西？那凭什么？你没听见吗？啊，人家会唱歌，能唱。哎，哦，你是说他会唱？哎，我们都听见了。这没关系啊。怎么呢？我们不比唱。对了，不比唱，你绕着走啊你啊。不比唱比什么呀？你干什么呢？相声演员呢？听见了吗？哦，相声演员。对呀，比你的基本功。基本功什么呀？什么基本功？绕口令。哎，绕口令，就这模样，他跟我比绕口令。这绕口令你比他强吗？比他强得多，是吗？哎，要说呀，啊，我都不说中文。你哎，你等会儿得了，绕口令还不说中文的？我会英文的呀，英文绕口令。当然了，你会啊？会。你别光说，让他来一个怎么样？有吗？英文绕口令啊，听着，听着来。She bought some better butter, better than a bitter butter. Put it in a bitter better, made a bitter better better. So it's better, Betty Butter bought some better butter. Thank you. 哎，好，行啊。Hello. 哎，等等，你别着急。你这是英文吗？算是吧。什么叫算是啊？是英文，英文是吧？英文，听见了吗？什么呀？人家不单会唱，嗯，您说绕口令吗？英文绕口令，这有什么呀？他怎么还没什么？我会法语的。哎。不是，您等会儿啊，法语绕口令，对，你会啊？我当然会了，让他来了怎么样？来呀、啊，你来来，来了、啊，难度就比你大，是吗？保证你躺这儿，我把的来呀、啊，你先别吹，来来，注意听啊，法语绕口令啊，难度特别大，是吗？说，哎，说
c'est l'invité du Nevada qui dévalé dans la vallée. Dans la vallée du Nevada qui dévalé pour s'évader sur un vilain vélo volé. Qu'il a volé dans une villa et la vallée qu'il faut voler vie. L'invité du Nevada qui dévalé dans la vallée. Dans la vallée du Nevada qui dévalé pour s'évader sur un vilain vélo volé. 行啊，哎，这你来来来的这个，哎呦我的妈！好，喷了血还往那儿去呢，走走走，回去，什么乱七八糟的？哎，我看出来了，就这绕口令怎么着？你这法语的比他英文的强啊！本来嘛，我看出来了，这欢乐英雄啊，你的，我的，嘿，哎，这个走，哈哈。停音乐，停，怎么回事？你这是，咱满带动手的你，你给他扒拉走干嘛你？干嘛？喂喂，等会儿，你这怎么了？怎么流鼻血了你？上火吗？你是上火还是看探的你啊？甭管，你等会儿，你一会儿，你扒拉人家干什么？人家跟这跳舞跳挺好的，人要奔巴西去了，你干嘛扒拉他？他，当然是他了。上巴西，人家有能耐啊，能耐啊？什么能耐？什么能耐？我告诉你什么能耐，人家会说法语绕口令。嗯，哎呦哎呦，你瞧瞧，你拿法语说的相声我听听。哎哎，拿法语说一相声来，这谁说的呢？不会啊？有什么用？你会法语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啊？我还会修电脑呢。那也没用，知道吗？您比他强吗？相声啊，咱比高难度的。什么高难度啊？贯口。哦，大段的贯口。这贯口你行吗？张嘴就来。您背个什么贯口啊？啊，咱别的不说啊，啊，就说我平时在家看的那些书，嗯，把它说出来，下你们一溜跟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把平时看的这些书连在一块儿是个贯口，没问题。那我问问您吧，啊，您平时都看过什么书啊？我看过啊，我看过《诗经》嚯，《尚书》哟，《春秋》《论语》嗯，《孟子》《庄子》《史记》《离骚》文。恨妇两都赋汉书公词木兰诗不少像什么胡家十八拍孔雀东南飞、嗯、桃花源记搜神记宝剑记玉匣记提鞋记枕中记岳阳楼记老残幽记鬼土日记官场现形记好像什么柳诗传、嗯、李娃传英雄传平妖传霍小义传唐柯德传南柯太子传阿 Q 正传、嗯、王林川集李清照集末日文集巴金文集叶圣陶文集鲁迅杂文选集红楼梦境花园儒林外史三国演义西厢记啼笑姻缘聊斋志异水浒传八里乡村百炼成钢不错像什么山乡巨变暴风骤雨、嗯、铜墙铁壁王鬼与李香香红旗谱一仆二主陈庄复活简爱项链红与黑石的父与子高老头圣斗士星矢名侦探柯南米老鼠与唐老鸭喜羊羊与灰太狼真不错啊哎来了这套你行吗这孩子哭了这干嘛这不行这我还会回来的你先回去吧你完了哎别你别着急着什么急呀、啊、你这怎么意思哎啊你说啊我看出来了嗯、啊、这贯口啊你比他们强多了怎么样这巴西啊怎么样你的我的没错到了巴西我跟你说岛上的风光好啊到处都是大美女啊都跟他哎不是哎这不别着急哎好你哪儿回来过来哪儿就奔那儿去了你自个儿偷着跑这儿干嘛去你啊怎么那么厉害呀二十两不开二十两不开那跟他哎不是哎这不别让我哎好你哪儿回来过来哪儿就奔那儿去了你哎自个儿偷着跑这儿干嘛去你啊怎么那么厉害呀二十两不开哎哪儿就来这么一句啊我问你啊、人家要上巴西你站那儿干嘛呀巴西啊他去啊谁同意的他自个儿同意的啊不服啊凭什么呀凭他就是
贯口厉害啊。贯口厉害啊，那不如我呀。怎么会不如你呢？他那太平淡了。他那还算平淡啊？那么您比他强在哪儿啊？我啊，我这贯口啊怎么样？有人物。还有人物？有情节。还情节？有时代特征。时代特征最重要的哪儿啊？具有本土特色。哦，您这个贯口里边还有本土特色？当然了。那您给我们展示展示得了。没问题啊。啊，展示什么呀？简单一点。嗯嗯，来一个咱们上海的丈母娘考女婿怎么样？咱上海的丈母娘考女婿？哎，这还是个贯口。对了，那您来来啊。来来啊。有人物是吗？有啊。哦，这就入人物。哇，这就入人物了啊。帮侬帮帮忙好不啦？嗯，没房子想帮侬囡结婚啊？我不是讲啥喏，阿拉囡囡从小侪是送的托儿所、送的幼儿园、送的小学、送的初中、送的高中、送的大学，马上又好。那侬得寻了侬个能看完了吗？来吧，你把钱掏到老板身上，是过来过来，狗都出现个囡囡了。太好，太不得了，这个，这汗，这不。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啊、来您这边，您这边，蔫儿了，是啊，直接就服了，输了吗？我看出来了啊，您这本事比他大，比他强、啊，哎，这巴西呀、啊，你的，我的，没错，哎、外边要去，哎，拿吧，这外边要，这个到时候，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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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什么你？我这要饭来了是怎么的？这就是李国敬啊！我跟你说，大家好，啊、好什么好 啊, 啊？人家这儿要上巴西，你搅和什么？拿快板儿让让他去啊？当然他去了，我去啊！你先甭说话，我不同意。凭什么呀？你有什么资格不同意啊？啊，凭什么？哦，就来这么几句话，就巴西了？那您的意思还有比他更厉害的？真是的，咱有真本事还没显现出来呢。您有什么真本事啊？看见这玩意儿没有？快板儿不是？是啊，啊，他比他嘴说强多了。这板打的能比他嘴还花哨、啊、你不懂，这叫手艺，还有吗？哎，您也别光吹，您要真行的话，您打怎么瞧的行不行、啊？那可以啊，那来了是不是？让你心服口服。啊、你来了来了，马蹄儿啊。哎，这叫花点儿，我跟你说。说这大板还能转呢，你看，你看看，呀呵，哎，好好，真厉害，这是，哎嘿，跟电风扇似的啊。哎，好，真不含糊啊，怎么样？真不含糊，我跟你说，哎。这快板你行不行？给我们展示一下。你来，来来来来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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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展示一下来。我还就不信了，咱不服的。来，嗯，信了，咱不服的。他去，比他狠。来，嗯，浓狠。哎，完了完了。哎呀，吵了半天没什么真能耐，打不了。还你比他强啊？当然是，真是。哎，我你别着急，你别那么狂行不行、啊？不是狂，咱有本事。不有本事您也别着急这么显摆啊！大家伙尤其电视机前的观众对你特别熟悉，哎，有认识，每天我都给你做介绍。哎，李国敬，我知道，非常优秀的年轻相声演员。嗯啊，平时做节目，哎，帮着我很多忙，是不是？倒是，你看这个电视节目啊，要说起来，我们这感情特别深。嗯，从小就看呢，喜欢，是不是？要说我呀，最喜欢的这个电视节目，什么节目？法制类的。哦，法制节目，真是啊。嗯，比如那个。东方幺幺零哦，看过，我特别喜欢那节目哦。你喜欢看这个？每天看呢，每天都看。现在看的什么样啊？啊，我都能学。哦，这个法制节目你还能学？能学下来啊？哎，当着电视机前的观众给我们学一学的。来来啊，来来，东方幺幺零啊，嗯，你们大伙瞧瞧，连那片头音乐一块啊，那太好了。噔噔噔了噔噔噔了噔噔噔了噔，当啷啷啷，啪啪，警察别动，抓住他，这孩子是我的，救命啊！吓死我了！东方幺幺零，嗨，哎呀，这还挺热闹。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嗯，我是记者宣克炯啊，宣克炯，我现在正在案发现场为您做即时的报道。现场报道，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什么地方？是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哦，九院旁边的公共厕所啊。
说话大喘气。相声演员李国敬爬上了厕所的顶端，我扬言要从上面跳下。我跳楼去了。我们来采访一下周围的目击群众。哦，都围观了。这位大爷，您对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说说吧。哎呦呵，不行啊。怎么意思啊？憋不住了。嗨，九点就来了，都十二点半了，不行了。不不不，我说您换个地方上厕所不完了吗？不能动啊。为什么？一动准出来。这多别扭啊。哎，怎么意思啊？动了。嗨，哎呀，这位阿姨，您对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哦，还有，哎，说话不是？看，行行，不说，别客了，哎哎，别客了，这是采访呢。哎，对，就是您，就是您，说两句吧。这这呵呵，啊，还注意上镜的形象，你这是什么呀？这是。该你了，问我这个事儿是吧？哎，对着镜头啊，就跳楼这事儿是吧？哎，咱们公安不是有那狙击手吗？对，直接爆头，爆头！哎，行行行行行，我跟这阿姨有什么仇啊？经过咱们公安干警的全力协助呢，李国敬被成功的救下。哦，那还好。据知情人士透露，他本次跳楼的原因是因为长期受到脚气的困扰啊。脚气，我得个脚气治跳楼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他很有可能被判处15天的行政拘留，很有可能。但念其是初犯，就少判2天，判处死刑啊！哎，我没听说过，你玩这大过节的说这干嘛？不是，我就跟你开个玩笑嘛，不是？没怎么开玩笑，我跟你，我别开玩笑吧，赶紧把那门令给我啊！就知道你这欢乐英雄是你的，就是这个 music。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来一个祝贺一下，祝贺一下，祝贺咱们，好好好好。哎，别哎，不是，哎，等听我说，别乱，别着急，我是你快，你有什么是不服的？你抗什么意呀你？这不行啊！怎么不行？你们心情好点啊？好什么呀？这大过节的，要小心情好啊！我们也得要这令啊！你说什么？你们也得要这令啊？本来嘛，好，我赢了，来拿过来，哎，这有的是吗？这着什么急？早说来，都来，你们要这不一堆的吗？2.5毛批发的，这给你俩，给你，哎，喂，我这怎么全有？哎，当然了，这就叫皆大欢喜。上海，接下来就请您收看大型家政服务类节目《百里挑二》。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明天同一时间再收看我们的《今夜说点事之欢乐英雄会》。